是吗？不是，那故我说他不是走了，没有别的意思。走了不是，就是回家了。这不是有事儿吗？回家了啊啊！一会儿还来呢。嗯，我们爷俩给您合作一回。哎，大家伙都知道啊，于老师很幽默的一个人。不敢当。幽默的人，甭管什么人呐啊，他都有不同的爱好。啊，爱好很广泛。嗯、那他来说吧，嗯，他的爱好特别广泛。是。抽烟、喝酒、烫头。你跟郭德纲真是师徒俩，我跟你说。好容易说跟你合作一回，还是这话，你这他饶不了你，我能饶了你吗？哎，这得，我算掉进沟里头了，你出不来了啊！我就这爱好，三大爱好哦，抽烟、喝酒、烫头。嗯，最喜欢的啊是抽烟，烟琴、哎。这位老师，这一根烟呢 啊，抽一口，抽怎么叫抽一口？并不是说抽一口就扔了，不是，嗯，一口嘬没了。那我这么些年烟龄了，我这肺活量还这么好呢？那是多的嘬劲呢。什么叫嘬劲呢？您这猛嘬，我给您学学他怎么抽烟。你来了，上台之前 啊还抽一颗呢。哦，啪，点着了，打着火。哦，他找那个要死的感觉找得特别好。哎呀，我这就随着孙悦也去了。哎呀，啊，烧手了这就，啊，第二口就能烧着手，啊，一口就没，一口就没啊，哦，猛嘬猛嘬，咱们俗话说嘬死嘬死就这么来的，哎，没听说过，我抽根烟就嘬死了，那可不是吗？啊，经常嘬经常嘬，导致啊，啊，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完了，还内脏。就跟您有多的学问似的，内脏不是就完了吗？你有学问吗，宝贝儿？哎，这都是你跟我的称呼吗？这个，宝贝儿，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啊。台上您抽我，我挨着是不是？啊，现在这是台上，宝贝儿。怎么着？哎，得了，爹，您说吧。怒啊，怒！甭说这宝贝儿也不能说，怎么叫宝贝儿？弄不死你！哎，行了，我边上你给弄死呢。经常抽，导致五脏六腑这些个内脏都不行了，真的。啊，这人不行。是内脏不行了，是我不行了。您说清楚了这事儿。整体。哎。全不行了啊！我就要死，住院了，现在活过来了，前两天住院了，哎呀，住过一段院，在病房还抽烟呢，这戒不了，猛嘬呀，啊，还是这口。小护士进来了啊，看了一个满眼，小护士要说他一句，得劝劝我，哎，小心肝。挺好的话吗？小心肝，伤肝呢。再瞧他，嗯，满脸猥琐的表情。我，小宝贝儿。哎呀，给大爷来一个。哎，行了行了，我们也是台上无大小。猥琐鱼就是他。没听说过，哪儿猥琐鱼？谁给起的名字？这是于老师，啊，说相声说得很好。别客气，真的，苏门功课说学逗唱，嗯，人家都不会啊。你说现如今别给我吹了，都不会，啊，都会，不敢当，都不错。为什么人家说相声说的这么好啊？您说，家里有干这个的？哎，我们是世家，跟这个曲艺有些关系。对，他的父亲，嗯，郭老爷子是。对，到你这儿怎么没改别的？还是郭老爷子？我这姓于呀。确诊了吗？姓于。行行行，姓于，我从了你，谢谢您吧。于，姓于，他父亲姓于，嗯，于老爷子，哎，啊，跟这个曲艺是有些关系的，嗯，他父亲弹弦子了啊，你说半身不遂了，什么叫弹弦子了？您这有诅咒的意思啊？你要不说，我没想到这个。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父亲弹弦子了？弹弦子了，不是就半身不遂了吗？就这样，啊，弹弦子的，
怎么那么别扭？你这话，我父亲是弹三弦儿，哎，弹弦儿的，哎，经常跟家弹，还是半身不遂的范儿，那个弹，天天弹，哦，抱起那弦儿啊，啊，三弦儿，弹弹吗？大，嗯。大的铃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铃铃大，这不是三弦，这快板这么拿着也能拿着，什么点儿这是？你说弹弦吗？弹弦有这大的铃大铃铃大，怎么了？这是什么点儿？这是经常这么弹啊，天天弹，天天弹啊，街坊邻居受不了啊，邻居啊，敲你们家门了哦，要嘱咐你爸爸两句，不要劝劝他。帮忙帮敲门，嗯，老郭，怎么还姓郭？行了，敲错了，敲错了，你跟我这说什么呀？敲错了，敲错了。啊，对了，敲，猥琐鱼子爸爸，就说鱼行吗？啊，行啊，老鱼，哎，老鱼，别敲了，哎，好听吗？嗯，跟狗挠门似的。这嗨，什么词儿啊？别敲了。啊，我走了，走吧。街坊大妈，人走了。哦，街坊大妈说的话，他母亲听见了。哦，他母亲要跟他爸爸开始沟通了，沟通开始说话。他母亲老北京人，是说话呀，老北京的口音，一口京腔。哎，在座的可能老北京人也比较多，是都熟悉。我跟您说，学一学啊。哎，老北京口音味儿好着呢。他母亲说了，您学一学。我说老兔子呀，什么呀这是？我用一句话相说。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京腔怎么河南味儿的？这我耍老兔子呀，这怎么了？这老北京话呀，这是老北京话吗？这个比较古老啊，老北京都河南那边迁过来的是吗？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这么说老北京话，就这味儿的。嗯嗯嗯啊，我耍老兔子呀，呵，我用一句话相说。哎，你说吧。遗传，看见没有？谁遗传呢？这个随你的顺口答音儿。我有一句话想说。说吧。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您别客气了。人家弹弦子，嗯，我也见过。哦，你弹弦子，我也见过。那好，我有一句话想说啊。你嘱咐我。我说了啊。说吧。你这把三弦啊，啊，你得配上弦子呀。那是狗挠门的那个。什么都没有啊，这跟这儿，这不干挠吗？没有，你跟这还大的令大，这哪儿出来的点儿？这是，这不挠呢吗？那还是狗挠门呢，这个，什么叫配上弦子呀？他父亲一听啊，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赶紧把弦拉过来。嗯、啊。刚才都没拴弦儿，您这玩意儿，哎，还得把这三根弦儿捋上，这才能弹，最起码得出音儿啊。我爸弹这是什么呀？这是弦儿，弦儿，那叫三弦儿，得三根儿，知道吗？就三根儿啊？好吧，你这蹬出五根来了都。那不吉他吗？啊，吉他有五根的吗？吉他是六根啊。啊三弦儿啊，就三根儿。嗯，弄好了，开始弹。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铃铃大，我把您那弦儿再松回来得了，跟没带上一样，还这点儿。弹完了、啊，特别的高兴，还高兴，特别的美呀、啊。哦，他父亲跟他母亲说话了。嗯，他父亲老北京人呢？我爸爸呀，老北京的口音。哦，这么说的，你说说，我说老婆子呀，还真是老北京腔。我有一句话想说，两口子就别那么客气。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行，您说。那我说了啊。说吧。哼，我会。你爸爸来了。哎，你爸爸来了呢。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回事？怎么人催你，让你赶紧说。好的。要变味儿了。于大爷，您坐着啊。什么鱼？说吧，我会探线啊、嗯，你会唱北京打个数？呦呦，你这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会唱
叫背景大鼓书。哎，这是北京大鼓书吗？这个唱不出来。确实会唱啊。会唱吗？啊，北京大鼓书啊，能试味儿。你会唱北京大鼓书？不、哦、咱俩明天去唱北京大鼓书吧。真胆子大呀。中不中？中。你妈也来了？我这一帮的亲戚哟。怎么那么些人呢？怎么这么些人答应啊？人家起哄，你跟你说话你。他母亲说了啊，哎，啊，一撇几何呀？你这当什么叫什么什么几何？撇，一撇几何？老北京话有这词儿吗？这个应该是什么呀？一拍几何呀？老北京话就是一撇几何呀？哎呀，我这那，我这得长学问了，这是。成功了啊！啊，两个人特别的高兴。哦，做饭。做完饭吃饭，吃完了饭刷碗、嗯、刷了碗躺床上开始折腾、哦、这两口子这一宿，这还折腾一宿？折腾一宿干嘛呀？不是，就睡不着啊。睡不着那叫翻来覆去，知道吗？您这折腾一宿不像话。翻来覆去的折腾，哎呀，没听说过，再打炕上掉下来。这不是，不是，就折腾，就叫翻来覆去。我问你啊，翻来覆去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折腾，那就是，就干脆折腾吧，就折腾呗，折腾一宿，折腾一宿。嗯，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啊，俩人也都累了。哦，那还是折腾一宿吗？这不是，就是啊，天亮才累。他们都乐什么呢？你心里明白。天亮了，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了啊，我说老婆子呀，嗯，我有一句话想说，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哎，对，我会探线儿。什么？你会唱北京大鼓书？行了，别提这个了，就。可是到目前为止啊，咱没有鼓啊。没鼓那唱什么呀？没鼓怎么唱啊？是啊，唱不了啊，没法唱。得亏 啊，他们家对面有一煤铺。煤铺旁边有一个鼓，煤铺里会有鼓，买煤啊，帮卖炭那嘣嘣嘣。哎，对对对，哦，半夜给人家拿过来了，那叫偷过来了。还半夜干嘛？白天不拿，夜里拿的就叫偷。说偷好听吗？不好听也是偷啊。给人家偷回来了，还是偷。拿着这个鼓，啊，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了，哦，我说老婆子呀，我有一句话想说。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要这么个性，那个那一宿就别折腾了。咱俩做一个小游戏吧。还有什么游什么戏？闷什么乱七八糟的，干嘛呀？这闷闷呢？鼓是漏的啊，套着鼓这藏闷闷呢。那你还不是练钻圈呢？这个补鼓吧，补吧。那就两个人补鼓，补了一宿。哎，又折腾一宿。后半宿补鼓，前半宿折腾。这都不像话。天都亮了啊，去天桥唱北京大鼓书，你不嫌累？想当初啊，天桥盛世，嗯，唱什么的都有。对，京韵大鼓，嗯，京东大鼓，西河大鼓，铁片大鼓，哎，都在那一带唱。咋不地，人家都怎么唱啊？嗯，骨架子支好了，是骨往上一放，嗯，前面呢租三条凳子往前面一摆，这叫板凳头，撂地呀。对呀，往前面一摆，嗯，供人客人休息。哎，在这唱，唱完了收钱，这是规矩，都是这么唱。哎，他父亲也不例外。对呀，租了三条板凳往前面一摆，骨架子支好了，骨往上一放，开始敲，大大大叮大铃铃，大大叮大铃铃大，这跟三弦还真是一套。这么敲，嗯，每家每户都是人山人海，都看，唯独他们家、啊、方圆四米没人走，唱快板的不招人，哈，唱的也不好，嗯，敲的也不好听，那可不，这一天下来一分钱都没挣着，全没有，倒贴了凳子钱，连凳子钱都赔了。那是啊、嗯、到了晚上他母亲说话了，啊，我说老头子呀，我有一句话想说，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嗯，哎，别嗯了，
了两口子就别这么客气了，饿一宿了都。您那我说了啊，北京市里边这个人啊，他不懂啥叫北京大鼓书，就听不懂您这路北京大鼓书。咱别在市里边唱了呀。那上哪儿？农村吧。哦，奔乡下。他父亲说了，嗯，啊，一撇几个呀？哎，对，这么会儿撇俩出去了，两个人很高兴，嗯，都没有回家，哦，直奔农村。哦，直接下去了。走吧，走了一宿，嗯，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河北省固安县，这就四宿没睡觉了。到了固安县，嗯，天也亮了，嗯，找一个村儿，在村口呢，鼓架子支好，鼓往上一放，开始敲，大大大的铃，大铃铃大，正敲着呢，嗯，有打胡同口出了一老太太，哦，六七十岁了，哼，花白的头发，很精神，哦，跟你母亲说了，嗯，哟。二位这是干嘛呢呀？二位，啊，二位，嘛呢嘿？这到了河北省，这口条都比我们这两位清楚，啊？河北那口音嘛，他这叫有口音呐啊！我们那是正经啊，老北京话呀。哦，人家就有河北了。哦，这就不正宗了。啊，那听人就多切呀，嘛呢嘿，多切呀。儿化音切。老太太，嗯，咱俩是唱北京大鼓书的呀。这正宗的口。什么？嗯，北京大鼓书。对，您这味儿怎么比我还切呀？哎，对，到底谁切呀？啊，嗯，我来问你，嗯，怎么个听法啊？是啊，多少钱呢？是。老太太，哎，唱一百天。嗯，多少？一百天。吓死我得了！不是老太太，啊，一百天，一百还是一百天？拜啊，怎么意思？一百天，哎，拜还是一百天呢？一百天，怎么？一百天？哦，一百天呢？啊，那你这一百天，一百天，您这老北京话嘛？哎，就甭提这老北京话了。唱一百天，嗯，啊，一块钱。哦，一白天一块钱。唱一百天，嗯，讲一晚上。哦，打吗？哎，账头不对了。怎么不对了？账头不对，唱一白天，嗯，一块钱，嗯，一白天加一晚上八毛，怎么倒少了呢？充分显示出他父亲的聪明之处。怎么呢？唱一白天给一块钱，是到了晚上住店，好几天没睡觉了，得住店呢。那倒是，住店这个钱谁花呀？对，到这儿他自己花钱不折腾。对呀，啊，得住店这个钱拿着一块钱花不合适。哦，唱一白天到了晚上啊，本家一般都让人在家里休息了，管吃管住。哎，给八毛钱也合适啊，省电钱。老太太一听，呵，嗯，才八毛钱。对，唱一天一宿才八毛钱。是是，行嘞，嗯，上我那儿吧。哦，请去。爷们儿走吧。不花，慢点嘞。这老北京人士现在都搬出去了是吧？都奔郊县了是吧？不是，他这个味儿比较欠。哎，这叫甭提这欠了。来到老太太家里，老太太特别高兴啊，嗯，把街坊邻居全都叫到自己家里来了。哦，大奶奶、二奶奶、大大爷、二大爷，嚯，哦，一大娘、二大娘，嗯，哦，谢谢，你瞧瞧，男的女的？哎，什么话这叫？啊，正经的北京人。一撇几个呀？老太太很高兴，街坊邻居全都叫到家里来了。那是要请客啊！到了快中午的时候，嗯，老太太旁边坐一二婶儿。哦，老太太说：“二婶儿，您就坐这儿，嗯，您就坐这儿，听您唱北京大鼓书，您唱的好极了，你看好听着呢。坐二婶儿，嗯，您就听啊，就唱。那小孩儿，嗯，别闹了，孙子，滚蛋！哎，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有一小孩。”怎么还骂人这小孩管他叫奶奶，他可不得叫人孙子吗？哦，这辈儿在这儿啊。哦，孙子滚蛋，快二位喝水了吗？嗯，印场了吗？嗯，印完了唱吧。对，这才叫老北京呢。弹吧，唱吧。他父亲开始弹，嗯，大大大噔大令令大大噔噔。哎，这怎么回事？弦断了。
你这到关键时刻弦儿折了，这弦儿一断，老太太反倒高兴了。怎么还高兴呢？二婶，啊，二婶听见了吗？怎么着？瞧见了吗？啊，你多好啊！你瞧这北京话，这多卖力气啊！对呀、啊，弦儿都弹断了，嗯，说明人家卖力气，下功夫。二婶听您唱啊，对，听着，你别说话啊。哎，对对，听人家，别原因，嗯，那就别弹了，是敲吧，敲鼓，大大大的大铃铃大鼓，哎，这是鼓也敲漏了，白补半宿，这就鼓一漏。老太太又高兴了，还高兴了。二婶，啊，二婶，瞧见了吗？啊，听见了吗？看见了吗？怎么着？你多好，多卖力气啊！是，鼓都敲漏了。哦，哎，你好好听着啊，这也叫卖力气。不要说话，不要言语，好好听人家唱啊。二婶，呆着。哎，别出声。啊、这唱吧。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嘿，二婶，啊，二婶听见了吗？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嗯，这是什么段子知道吗？你说。西游记。对。西游记。西游记记哎，西游记有四个，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有四个西天取经的故事啊，不错，我听过这个，哦，这好着呢。对，二婶别说话，听唱啊，哎，听着，别说话，嗯，唱唱，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两句，二婶，嗯，听见了吗？老跟二婶有话呀，啊、二婶。听见了吗？啊，人又给唱了一遍。是，为什么？为什么？怕咱们岁数大了耳朵沉，重复一遍听不见，又给唱了一遍。对，多好啊！重劲儿。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对，孙悟空跟猪八戒打起来了。是啊，高老庄啊！哎呦，知道。孙悟空有一金箍棒。嗯。猪八戒有一耙子。这是回目。两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嗯。二人别说话。别说话。听你唱。来吧。唱唱。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这个。二人。你要干嘛？听见了吗？啊，我说什么呢？怎么着？猪八戒还手了吧？啊，这叫还手了。哎，猪八戒大战孙悟空了，还手了。哦，俩人打好些回合，这就回合了。嗯，打得好着呢。啊、哦，漂亮着呢。虽然没有画面，但是咱们用脑子想象这个画面。先生的功夫。二婶，听人唱，人唱得好极了。来，你别说话行不行？听人唱，听着吧。嗯，唱。啊，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打战那孙悟空。二人没法听了这鼓。嗯，听见了吗？啊，又给唱了一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呢？啊，你倒想想啊。岁数大了，哦，耳沉了。耳谁不知这么多遍呢？又给唱了一遍。哦，二人，你好好听着啊，让你喝口水，但是你不要说话，好吗？听着唱，唱。孙悟空大战，嗯，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二人，没完了，听见了吗？嗯，又给唱了一遍。对，而且这一遍呢，长了一个调门。哦，长调了，长调门了。你听着，哦、二婶，你听着呀，别说话，你别说话呀。对呀，你好好听着。嗯，这会儿接着唱。嗯，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嗯、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二婶，听人家唱的多好啊！你不要总打断人家，人家唱的多好，你不要说话了。啊、这会儿二婶说话了，啊、我他妈弄死你就得了。哎，干嘛呀？嘴怎么这么碎呢？哎、从头到尾我他妈说一句话了吗？哎、全是他这贫呢。你听人家唱不就完了吗？哎呀，这一句一打断的，烦着呢我这。赶紧听唱吧，快点的吧，来吧，儿子，唱唱吧。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还是这句，别说了就，唱。哎，给憋回去了。孙悟空大战，嗯，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就这两句，嗯，由打上午十一点，一直唱到后半夜一点半。这才叫折腾一宿呢，知道吗？老太太家里人全都走了，谁听这个呀？就剩老太太一人了。啊，老太太心里琢磨了，嗯，这是我们家呀，这要不是我们家，嗯，我早他妈颠儿了。哎，对，连家都有心不要了，什么玩意儿 啊
二位，嗯，别唱了，行了，二婶都走了，没看见吗？哦、没人说话了，嗯，汤姆金说了，啊、哦，累成这样，老太太，嗯，俺不累，哎，还不累，你是不累啊？啊，那猪跟那猴累了，哎，对，俩人打多半宿了。这都8万多回合了、啊、数着呢是怎么着宝贝儿让他们歇会儿行不行啊啊啊！好家伙知道一猪一猴就敢唱西游记啊啊！你要知道俩长虫不得唱白蛇传去啊你听说过那怎么唱啊这都什么玩意儿 啊别唱了啊没什么用缓缓中不唱老太太嗯我俩吃啥呀哎真有心肠要吃的啊嗯吃什么没心没肺啊没皮没脸的家伙你问问那猪跟那猴吃了吗但是还俩比他们还累的呢溜溜打一天呢嗯还要吃的臭不要脸嗯行了也就是我老太太心善啊好门旮旯后头什么呀有一饽饽门旮旯后头一饽饽四个饽饽呢哦那是我老头死的时候蒸的哇这都8年了哎呀吃去吧嗯那得吃啊寡妇饼饿了、嗯、饿了来吃吧拜吧咔咔咔老太太嗯那家里有锯没有啊锯准备给锯快吃啊太硬了哎8年了好家伙没有嗯凑吃吧啊那也得吃啊嗯嘎呢嘎呢嘎呢吃牙比锯强一个人嗯吃俩大饽饽哎呦渴了啊跟老太太说老太太啊有水没有啊啊还喝水呢鸡蛋汤那种啊哎行了别不要脸了嗯还鸡蛋汤了臭不要脸嗯没有嗯那门后头有水缸、啊、有凉水凑合喝吧啊喝点凉水完了喝吧嗯那得喝呀一人喝两瓢凉水好嘛老太太嗯俺睡哪儿啊哎好吃饱了就睡倒是睡呀嗯也就是我老太太刀子嘴豆腐心心软炕都给你们烧得了嘿其实啊你们也不容易那倒是啊那屋睡去吧、嗯、你们那屋我这屋中间啊就隔一道门、嗯、啊去吧俩屋睡吧嗯睡了到了后半夜啊坏了怎么又坏了您琢磨呀啊吃两个饽饽啊两瓢凉水嚯、哦、底下热炕一汤嗯上边棉被一捂哎呦到了后半夜这个肚子里起了化学作用了怎么叫化学作用这个屁呀、啊、哎呦你就听啊听这屋里的呜哒什么味儿呜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开战了是怎么着连续放了有半个小时哇气儿真长半个小时放完了、啊、这个屋里谁也看不见谁了都迷糊了浓烟滚滚呐至于不至于好家伙的、嗯、就听这个屁啊好像世界大战开始了似的没听说过好家伙放了半个多小时嗯这个屁啊那真是韭菜屁怎么讲塞牙那么臭什么话窝瓜屁嗯呼口那么臭啊电线屁臭一溜蛤蟆屁臭一坑啊呵要账的屁是出溜出气出溜出气糖账的屁是不当不当不当不等啊这相声词这哪是屁呀啊勾点芡就是屎啊哎呀呵哎呀太恶心了您这话都听着这个屁飘飘荡荡晃晃悠悠、啊、来到了老太太那个屋里头还串门去了生生的把老太太呛醒了哎呀哎呀一点不糟践倒是我这是做梦的吗仔细闻闻吧这怎么了这是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不至于的怎么这么臭啊那倒是睁眼屁呀明白了不行嗯我得找这个屁源呐屁源我不能做这个屁下之鬼呀没听说过老太太披上衣裳啊来到你父亲那屋嚯、哦、一推门当这是把老太太奔回去了好嘛半天才爬起来呀哎呀一看这个屋里头看不见床啊啊浓烟滚滚呐、啊、都聋了哇塞嗯原来是在这儿啊找着了老太太拿一大蒲扇往外扇、哎、扇了有3-5分钟呵看见那个床了有点影看见床不要紧呢嗯看见那个被子了、嗯、再瞧这个被子呜呜
还放着呢。哎呀，这是让屁给顶的呀，这是。好家伙的，不行，我得掀。啊，不能掀。为什么？刚才我一开门，差点没把我崩死。是。这一掀被子，非得把我崩死不可呀。哎呦，门后头有一木棍儿啊，老太拿起木棍儿，大挑开，把这个被子挑开了啊，揪住你父亲脖领子，孙大爷，起来，起来，起来，就给我接着唱唱。他父亲说了啊，老太太，咱唱的不是不好听吗？对呀、啊，再不好听也比你放屁强啊！哎，去你的吧！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我很欣慰啊！今天是咱们的封箱演出，对啊，大伙儿来这么些人捧我们，大伙儿嗯，无以为报哦啊！而且我们就拿我们这场来说吧，啊，也只有一半的看头，是不是啊？怎么还有一半的看头？别说啊，我也是没有办法，但凡不是我怎么别但凡有辙，我也不用、哎、你啊，不是你什么毛病 啊？你去吧，去没事。嗯、所以说我这会儿我一个人什么？就你先等会儿，别说了啊！怎么了？我这是。不让我说话，我很后悔啊！这是今天最后一场了，我跟你们大伙说点心里话吧。主要是没有他搅和，我的艺术还能够往上涨呢。啊！痛心疾首啊！啊！怎么了你？没有办法，这个人太次了。哎，在这儿了。刚才白跟我说话了，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你什么意思？这是我觉得你呀、啊，刚才聊会儿天，后台我看看你，我觉得你对我的艺术是个影响。怎么影响了？真的啊。要没有你我早就艺术家了，真的就因为你这个蛐蛐挡我这个神溜，嘿，好嘛，哦，我就是那蛐蛐。这艺术很次，怎么次了？大伙儿不知道今天咱们联欢的性质啊，所以呢我说吧，说你们没关系，刚才您那就够狠的了啊，说吧，你听出来了啊？那你说吧。哦，这个智力可以啊，别停，那药别停啊，接着说。我这还吃着药呢，不是你说，你说说，说清楚了。说在曲艺团，说良心话啊，啊，一进学校，老师头一眼，这孩子不错，逗哏去，这看上我了，让他逗哏啊，一大帮孩子，老师这都看不出好坏了。啊、于谦吧，于谦学逗哏啊，啊，你这老师那眼一眼看着他了，眼毒，两个老师找一墙角抽嘴巴，啪。干嘛呀？啊，大伙儿劝您别这样，不行，我这干了一辈子，我打了眼了啊。那个老师后来上吊了，是挺惨，死的惨着呢，你知道吗？不至于吧？这事儿都瞒着他，都瞒着他。我说我没听说呢，不至于。瞒着他，是吧？我们小时候基工考试，基本功考试，啊、我们总我100分。你？哎，学校贴喜报，郭德纲100分，100分。学相声基本功100分。哦，他总是25、14，那就不及格。我说报个冷门7分。我还以为往上报冷门呢，也问我，德刚，我怎么能拿100分啊？啊，我说你讨个吉利，怎么？考试之前吃一根油条，吃俩茶鸡蛋，100分，真听话吃去了。完了再考试0分，还0分？先吃的鸡蛋，好，后面那根油条就不算了是吗？所以说这个人呢，说良心话啊，我们带他去做过透视，脑仁跟松子这么大。一掀个脑盖都是面茶，那么芝麻酱啊！我跟你说，都糊住了，都是不是，你说这话可太客气了啊！不是，我跟大伙说点实话。说什么实话？咱俩可合作也这么些年了，我也是救火没办法，是吧？法律要是不管，我早弄死你了。嚯！你这点火和都撒我身上了是吗？不是，我真是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咱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啊、嗯，我还跟你说，咱以后合作不合作单说，咱今天把话说清楚了。不是，咱有什么说什么，大伙儿一直瞧着跟桌子里的吧？怎么了？跟桌子外头看不着，咱那裤子都是湿的。紧张啊，他紧张啊，你知道吗？老师那是很为难，你干嘛去呢？这个玩意儿，你退回去，大伙儿笑话是吧？你搁那烧锅炉又怕他偷煤吃。我还吃煤呀！啊，后来老师也是疼儿疼女的人，得搁桌子里头，搁桌子里头啊，挺好。他这个先发展几年，过些日子让他说哑剧去啊。那谁听得懂啊？那个，因为他从来没有站在这边逗过哏，水平有限。嘿，啊，这你可胡说八道啊！怎么了？打小我也学过，前些日子我也逗过，你记得不记得？咱有没逗过哏，你还记着呢？有一句话，我错了，对不起大伙儿，我刚才说错了。于老师逗过一次哏，逗过一次，
还是呢吗？有一次就算啊。上个月13号在延庆，有一个医药公司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联欢会。哎，这个医药公司是做前列康的，给甭管做什么的，老的那个老年那个老人们发药，都前列腺的患者发药。发药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小节目啊，到北京找演员，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20块钱上75%的税，嚯，没剩什么了，没人去。然后啊，他一听这消息，啊，花了2000多块钱给人买东西，然后他把这活儿争取下来了。我够挑费吗？我为了能逗哏吗？一上场3句话，所有的这些患者全尿了啊！大夫也纳闷儿，呀，于谦这个人这么利尿。利尿像话吗？车千子的演员这是没听说过，您拿我当药材可不成啊！你很了不起，你比前列康好使多了。没有这么比喻的，你这逗哏就不灵。我告诉你，这叫抬杠啊！啊，实话，合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听你说过这话。今天就冲你这句，怎么着？今儿我逗一回，好，这不抬杠吗？有患者？什么叫患者？甭来这套，我告诉你，你和这地都湿了，不合适。我相信你的能力，真的，真的不合适。你这回没地儿换，这齁冷的。你，啊，咱甭这么些片汤话啊！真的，你到各位来着了，看怎么没人看？嘿，我还这不是抬杠吗？今儿就俩颁奖评委打起来了，您来着了啊？有看的吗？哎，这叫人缘，知道吗？带着家当来的。说话，家长来的是吧？啊，小甭废话，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托付几句。说什么？你哎，你拿这上这边站会儿。干嘛？他逗人啊，千载难逢的事儿。大伙儿，咱们都是朋友，可乐也不乐。哎呀，完事散了，我请你们大伙儿吃饭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说这个都没用，我给你托付了啊！这是给我托付的吗？这来啊，来啊！真的？当然废话！你看，要知道你逗哏卖2块钱一张了啊，没那么不值钱啊！我竟然一个走了没有啊！这叫甭那么多废话，来来来，替他爸爸谢谢各位啊！老总，真来啊？当然来了，这不抬个轿子进来了吗？就说到这儿了，从上场从来啊！当然从上场，你看看什么精神面貌，这个。今天给大家，你这摔腮帮子上了，知道吗？你管我去，捧哏的就这玩意儿，知道吗？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对，这个说呀，首先嘴里得厉害。有这么句话，说相声嘴里说就不一样。哪句话？花200钱买一小猪，哦，分分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嘴一扔，还怎么着？你说你这怎么？不是咱俩换过来了吗？这不是？你逗得很好，这是逗吗？这个？哎，我这词儿怎么那么顺呢？废话，咱俩就换一位置，知道吗？你看你不理，你是捧哏，你话太多，知道吗？话多了，别说话，少说点话，再来。真是的吗？嗯。这回我给大家，你有完没完了？你这个还有规矩得敲一下。我来吧，这回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说呢也很有难度啊，讲究说个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啊。唱呢也是很要功。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这你们亲眼得见啊，他嫌我话多，知道吗？废话，那你也不能不出声啊。来，还得出声啊。来，再来，再来。我站旁边我也说话。来来来，说话，不是不说话呀。来，你先敲一下。来，今天给大家两下，有这规矩吗？给大家来表演一个相声。不错，你这都跟何云伟学的吧？你，小春，
话吗？这不说话了吗？说话您得在点儿上啊。我还得在点儿上啊。废话，咱俩一人一句，得对起话。好好好，来来来，是不是啊？在点儿。我捧哏的时候也没有都在腮帮子上。是是是是，是这讲究艺德，你好好好。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好，相声呢是讲究说学逗唱，对，四门基本功，不错。说呢，讲究说点儿。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哎，这就像这，哎哎哎，怎么了你？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吧。谁呀？谁也没有，就你捣的乱，知道吗？我刚明白过来，我有人扔一西瓜，哪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啊！没有，什么说着说着您就躺地下了、啊？来来来、来什么呀？还都这样了？这样相声是不是艺术？你知道什么艺术？也没有躺台上的呀！您这闹的不是我这个，您这叫搅和，你甭解释。不是我搅和，你不会？怎么不会啊？你打小你没学过，我们从小都下过功夫。你说报菜名也好啊，你什么地理图啊、八扇屏，我们都你甭跟我说这个，背过。打小我也学过，是这报菜名吗？我给来一个报菜名啊，大罐头，我来一个，有什么呀？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什么叫打鸡血？你说话别这么损，不是报菜名没什么，会吗？得当当当得背，大罐口啊！就你的嘴跟棉裤似的，行吗？不像您说的那样 啊！您这来一个报菜名，报菜名是吧？啊、你看这事闹的，来好，我今天请您吃饭，那评戏这段怎么唱的？哪有啊？平息呀、啊，这里头不是唱一个大贯口吗？什么唱一大贯口？你别着急，你看我一点都不着急，你看了吗？我着急，有理不在声高，你知道吗？不是在不在声高，你哪个？你是要唱的那说的那个？这报菜名哪有唱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吧？说的那个，哦、就说的，好好，您别那么认真，来来来来来，我请您吃饭，不去，不去，不去，不行，不去，你得去，我不。不饿也得吃，你看这不抬杠了吗？废话，说相声，我请您吃饭，你不去，我得去是吧？当然得去了。来来来来，你别着急啊，你得爱着捧哏那词儿，你搭踏踏实实给我、哎。我捧哏就这样说话。来，这不要了命了吗？这、来，太搞笑了这玩意儿，很开心呢，我心情特别的好。你又来了是怎么着？哪那么些话？来来来来，我请您吃饭。哎，好，你别说请我吃饭啊，你把这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就知你请客的情了。哎，你这是原词儿，这是。哎，哎，那我请您吃啊。哎，蒸羊羔这就吃不了了。啊、我刚一个菜你就吃不了了。我知道啊，你没钱。哎，这回来。搅和知道吗？你回来，回来，回来！你过来，过来！你上这儿啊？你这叫搅和，你知道吗？啊，是吗？你没艺德！我怎么了？废话啊！我刚说一个菜，您就吃不了了啊！还后头还没说我没钱，您把底都跑什么呀？您这乱七八糟，搅和不是？你看这玩意儿，谁搅和呀？我怎么说都不行了，是吧？废话，您得一句一句，咱得对起口来，还一句一句对着来。当然了，子母的你也行啊，一句一句的，咱来来来，回试试，可以啊。呵，哎，这嘚瑟的你，你看看，这嘚瑟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今儿过生日是怎么着？好，我遇上个人，我告诉你吧。说话，我这刚要说，您给逮回去了，知道吗？辛苦您了，辛苦辛苦不累。昨天呀、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累。我啪啪一打门啊，打里边人不累，打里边出来一人，出来人出来人不累。我一看不是外人，我们家没外国人。谁人说有外国人？你说外人吗？我一看呀、不是外人。嗯。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嫂子不累。问您呢，说您没在家，没在家，没在家不累，我就走了。你走吧，我就走了，走吧。我啊，走了，走吧。你也活动活动吧。
像话吗？要死是怎么着？有来言有去语，怎么了？来言去语，您得有情绪在里头、啊。那是你不会，我要这么说，就这几句话，大伙儿就乐。哎，我告诉你，我要这么给你捧哏，你也乐不了，信吗？来回试试吗？转过来，这边去，来，这个我就不信这个。来，我托付两句啊，又托付两句了。这回到我了。怎么着也得乐呵呢？完事办，我请客宾了啊！再见。没羞没臊，刚才给你怎么托付的？您这是按照刚才那套词说的吗？哼，是非这人。来吧，辛苦您嘞，辛苦不嘞？哎，昨天上您家去喽，家家不嘞？哎，啪啪啪一打门，啊啊，打里边出来一个人，出来不嘞？我一瞧是您媳妇大嫂子，那大嫂子不嘞？你说你没在家，不在家，我就走了，走了不嘞？一拐弯看见你爸爸了，嗯，爸爸嘞？爸爸长得跟奥特曼似的，哈哈哈！你回来，回来，回来！别谢谢谢谢，你过来吧，过来吧。谢谢大家。再回我再说一个灯谜啊。什么灯谜？你咱先说这事儿吧。你输了，这上奥特曼像话吗？你看大伙乐，你管那玩意儿干嘛呀？知道吗？大伙乐不成，您不按原词啊？我按那个干嘛？我从来没按词说过。哎，我还告诉你啊，哎，我要按你这么着，我也能说，是吗？我也能让大伙乐了。来回试试。奥特曼这有什么呀？你来来，这我不就说奥特曼吗？来来来来来来。辛苦您了，辛苦辛苦嘞！昨天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嘞？哎，到家啪啪一打门啊，打门打门不嘞？家里边出来一人，出来人不嘞？一看不是外人啊，我们家没外国人。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不嘞？哎，问您说您不在家，不在家不嘞？我就走了，走了走了不嘞？碰上你爸爸不能，我爸爸死了。嘿，你爸爸死了？对。你这玩意儿，你说这怎么样？刚碰上他爸爸死，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刚才忘说了，你这不灵了吧？不灵了吧？哎、咱换回去。来来是，来来你我来我看看，来吃了个刀动劲儿，你知道吗？哎，你来吧。哎，嗯，辛苦您嘞，辛苦不嘞？哎，昨天上您家了，上家到家不嘞？哎，啪啪啪一打门，嗯，打里边出来一人，出来出来不嘞？啊，一瞧不是外人，什么是啊？你媳妇大嫂子，大嫂子不嘞？你说你不在家？不在家。出去叫全，因为我看你爸爸，你爸长得奥特曼。不能，不能，我爸爸也死了。你爸爸噎死了？噎死。那你怎么这么美呢？啊，也死了，也死了。对了，我说的那个，就一个，哪个呀？就剩一个了，那就剩一个了，别的都掏走了。没听说过，我说是你那亲爹，就是亲爹。他怎么死了呢？废话，死多长时间了？死六年了。你再琢磨琢磨，不能，不能了。我爸爸死六年了，真的。对了。那就是你大爷。没有，你舅舅。我爸爸哥一个。你衣服